大家好，今天的又美食换回老资新单元，我们将要两道美食，分别是鱼香肉丝，还有三只赤焖锅，来说明为什么预防时节会可以用做菜来表现。天啊，把 West 的问题搬上餐桌思考，我们这是哲学家吃饭问题的前传，哲学家做菜啊！事后发现，当哲学家在做菜已经花了太多时间的时候，吃饭就忘了一切哲学问题，筷子不够就直接拿手啊！这才是哲学家问题的根本解法啊、哦！当考试手不能做事。接下来跟大家做材料介绍，首先是 deadlock 定义。这边如果好好上加码课的同学应该都知道，可是为了预防有些人听不太懂，我们还是做一点 review。那还有就是发生条件，接下来我们会用小短句方式把 deadlock 发生的四种条件呈现出来，大家请期待。接下来是会在我们状况小短剧里面出现的主角，第一是我们的锅子，他扮演我们的资源一；接下来是我们炉子，扮演我们的助人二；还有我跟轩一，我们两个扮演是 process 一跟二。炉子跟电磁炉同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同时间也只能被一个厨师使用。现在状况是，我需要这个锅子跟炉子，我才可以煮菜。可是呢，我只有锅子跟笨蛋一样在那边等炉子释放出来。哇 ，What a mess！ 好，现在他正在执行他的动作。嗯，好香哦。他的 process。好，那个锅子可以借我一下吗？我想用，我要用。不行。不行。借一下啦。我现在正在炒菜，你看。好，他炒菜这个动作是不能被中断的哦，所以到底可不可以借我？不行。好，好吧。我还要再等15分钟，再过来。好吧，那我15分钟后再过来。好，大家好，我是 A， 我现在已经热好了炉子，在等 B 把他的锅子交出来给我。嗨，大家好，我是 B， 我现在正在准备用炉子炒菜，但是 A 因为占着炉子，所以我只能等。快点！不行啊，你那个要先给我啦，我要先用啊，我炉子都热好了。那你要我直接倒在炉子上炒吗？不行啊，你锅子要给我啊！快点，我现在要炒了。总之呢，现在的状况就是呢，我在等他的锅子，然后他在等我们的炉子，这样。然后这就形成了 circular waiting， 没错。你看，连做菜都会遇到这么多的 deadlock， 那要怎么预防跟复原呢？接下来我们会用刚刚做菜的例子为大家介绍老师在课堂上所讲的解决方法。首先是 mutual exclusion。对于同一时间只能用于一样工作的锅子和炉子来说，因为本质难以改变，所以无法使用互制条件不成立。那要怎么 hold and wait 条件不成立呢？这个做法相对简单直觉。当你看到厨房已经有人开始做菜了，你当然就直接走到餐桌上等开饭啦。不是，要等它全部做好再进去，这样才不会发生抢不到炉子在旁边干等的情形。可是常常有做饭的同学，或者是 OS 上课有认真举手提问的同学呢，一定会马上联想到 starvation。当你遇到那种用锅子熬汤煮很久的人，又或者是你边等边看电视，回来后却发现厨房被另外一个人抢走了，所以你就只能继续等，继续挨饿。为了预防这种情形，老师教我们了一个妙招，那就是设定可以被 preempt， 还有 multi-level feedback cue。好，我们再用厨房的例子来让各位有更生动的体会。当你在煮菜的时候，发现厨房门口有一个饿了很久的人挑着怪物挥着菜刀，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当然是快逃啊！好，这个时候你就被 preempt 掉了，因为饿了太久的人有比较高的优先顺序，所以饿昏头人终于抢到厨房了。轩逸还不赶快谢谢 multi level feedback Q 大人，终于要说到最后一个 circular wait 了。在说到如何使 circular waiting 条件不成立之前，我们先来一段前情提要，来唤起大家对 circular waiting 的记忆。
好的，这真是很激烈的 circular waiting 呢。那么对于这个状况，我们的解法是这样：把锅子设为编号一，炉子设为编号二，也就是要先拿到锅子，才能拿到炉子。这样一来，就不会发生影片中抢得到炉子却少了锅子的情形了。大家在听了我们生动活泼的解释之后，有没有对 deadlock 的理解又增加了不少呢？好啦，我们的节目到这边也进行到尾声了。我们两个哲学家们为了做这道菜花了将近四个小时，成品到底好不好吃呢？大家想知道吗？我先卖个关子，大家看我们做菜的其中一个片段来猜猜看吧。现在我们来，现在是发生突发状况。不说啦，有人记错菜啊，把木耳。如果是别的菜，太多了，不说了。哎，不好意思哦，天啊。这个 NG。NG 没关系，你看我的筷子成功。然后你的线也快要就是被烤。哎呀，不要不要不要。还有几块，快点快点。我们这道菜呢叫做鸡翅。鸡翅，就是一道餐厅的名菜哦。我忘记那道菜名字，不好意思。等下会在字幕补上，大家请见谅。我们现在就是 YouTube 风格。YouTube 风格，随便来，随便来。Easy come, easy go。问题越多，收视率越高。